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中壁543的直播平台。我们谈天说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第122单元清王朝的清零风水的第二段，走招右目格局的移动。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里面我们看到两个皇帝，一个是雍正帝，一个是乾隆帝。雍正帝呢，他是第一个呢在营造西陵的皇帝，而乾隆帝呢，他想出了一个左招右目的这种扩大的解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东陵呢，清的东陵里面呢，包括同治、康熙、顺治、乾隆、咸丰，这几个地方呢，有个共同的这个特点呢，也就是花钱不手软呐，花钱不手软。而在西陵里面呢，包括雍正、嘉庆、道光、光绪的，这些皇帝呢，大概都是非常节俭，要不然就没钱花了。像光绪帝的时候已经没钱花了哈，那要不然就节俭，就是说道光帝呢非常节俭。那原来呢，根据这个乾隆帝的一个遗诏了，就是嘉庆帝呢一定要葬在西陵，所以嘉庆帝就按照他爸爸的吩咐了，所以他去世之后，他的坟墓呢就放在了西陵。那根据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呢，嘉庆帝的儿子道光皇帝应该放在东陵，可是呢，道光皇帝却没有放在东陵，道光皇帝却放在西陵。因为道光帝放在西陵呢，以至于道光帝的儿子的咸丰呢，他就放在东陵。那咸丰之后呢，到了咸丰的儿子呢，同治帝他应该放在西陵，但是呢，同治帝呢却英年早逝，所以同治帝英年早逝之后，由他的妈妈做主，他的妈妈就慈禧太后，他的妈妈就说：“我的儿子的英年早逝，怎么可以远离到西边的那么远的地方呢？”所以呢，在慈禧太后的做主之下，他就把同治帝的陵墓呢，就葬在跟咸丰帝一样的这个地方。等到慈禧太后要去世的时候，慈禧太后一想说，我们家三个人呢要住在一起，不能一个住东，一个住西，所以慈禧呢就这样就葬在东陵。但因为慈禧葬在东陵，所以同治帝后光绪呢无可奈何就到西陵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左招右目呢，虽然是主治的，但是后面的指数呢并没有完全按照乾隆帝的用法放在左招右目。所以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主题呢，我们叫做左招右目格局的移动。我们知道呢，清雍正呢，雍正皇帝呢之所以要另行营造西陵，有很多种说法。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呢，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根据雍正帝的起居注的记载，雍正帝他说啊，朕之本愿，这他原话，朕之本愿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孝陵景陵之旁补泽将来吉地，看女之人皆以为无可营建之处，或经选择九凤朝阳山吉壤聚作，那正立此地距离孝陵还有景陵与朕之出院相合，即精通看理之城市令相度，以此地规模虽大，但是行局未全，所以卸中之土又带砂石，像这些全部都是风水的用语，又带砂石，实在不可用。他说：“兼具怡亲王十三弟呢，允祥的奏报，还有呢，总督高启佐，这个总督是福建总督了据说这个高启佐也是懂得易经大师，也是个风水大师了。他说、啊：根据我的弟弟的这个怡亲王了、怡贤亲王十三弟允祥，还有这个总督高启佐等人的奏报。”他们在益州境内一个太平山太平峪万年寺，在这些地方他找到一个吉壤这个吉壤呢，他有一个好处，他说食乾坤巨秀之区为阴阳合会之首，龙泻砂石无美不收，山脉水法条理祥明，形式礼器居住诸籍贤辈等矣。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清陵呢，他除了形式派之外也有礼器派，也就从形式派的风水来观察呢，这个地方是好地方，从礼器派的风水来看呢，这也是个好地方，而这个地方是我的最亲爱的弟弟十三弟允祥，还有呢非常了解的五行八卦，非常了解风水易经之学的福建总督高启佐，他们两个人为我选定的。所以呢，我看了之后呢看了他们呈上来的这个地图，
从哪里丢？他说条理详明啊，寻为上级之长，就是看起来是非常棒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呢，距离景陵，距离孝陵呢，相距数百里。虽然是很好的地方，但是朕心不忍，我是很不忍心的。为了自己图自己的安乐，自己的安享泰陵，我就远离了好几百公里。因为它的距离东这个东陵距离北京有150公里嘛，西陵距离北京150公里，相对来讲呢，东陵跟西陵相距300公里。他说这两个地方相距300公里呢，我是很不忍心，而且我是很不忍心，所以呢，这跟古代帝王的归祀典礼好像并完全契合，所以呢，他就下了一个旨意，他说着大学士还有九卿详细会议具奏。就是说他要这个九卿这些人呢、啊，那具体来想一想之后，他又讲说了，你要按照帝王世纪通志通考，还有历代帝王营造之地啊，来考察完的时候才能上奏。那这些大臣就按照雍正的地呢，就他只不过是他特别讲说这个西陵这个地方风水非常好，不论是从礼器派也好，或者从这个形式派也好，这个地方都是非常好的地方。但是现在因为我的父亲还有我的爷爷啊，通通葬在东陵，那我要葬在那么远的地方，实在是非人臣之孝了，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啊，就这样子打破祖制了。所以他要这些大臣们呢，想个办法，我替他想想看。所以这大臣当然按照雍正皇帝的这个旨意了。这自古以来啊，大臣最好的用处就是替皇帝找理由嘛。所以这些大臣果然不负众望，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些理由。他说，大臣具奏之后呢，他说了，帝王世纪呢、通志通考这些书呢，还有帝王营建之地呢，远或达千里，近历两三百里。也就是古代帝王的陵墓啊，远的呢有上千里，有近的也有200-300里。他说呢，重点是地脉的沉邃，还有关乎天运的发祥。因为地脉的沉邃关系呢，这个皇朝能不能呢长治久安，能不能万年呢、所以呢，他说啊，这样的一个胡地呢，实在很难找。所以呢，希望雍正皇帝为了后世子孙万世记载啊，你就不要嫌弃太远了啊，不要嫌弃说离你父亲太远，离你爷爷太远，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啊，所以为了大清王朝呢万代记载，所以你还是到那边去睡觉吧。所以呢，雍正皇帝听了之后就非常开心，说果然呢、深得正义，所以呢，雍正皇帝就开始营造他自己的陵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皇帝营造陵墓呢，他其实是在他生前就开始营造了。在清朝这些皇帝当中，只有顺治帝呢跟雍正帝在生前的时候就开始营造皇陵。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我可以看到这个在雍正帝他刚开始在选择皇陵的时候，他其实费了一番功夫了，那根据清史录记载，当时帮助清雍正皇帝呢勘定西陵风水的大臣呢，主要是召集人是他的13弟允祥，副召集人呢是精通堪舆之术的福建总督高其卓。那另外呢，据说还有一个民间的风水师，这个人名叫管志玲啊，就是这几个人呢、一起组成一个专案小组。然后据说这一行人呢、他走遍了北京还有盛京一带，也就是他们还到了盛京这个地方去看，寻找万年吉地，最后他选择了11处。风水吉地给雍正皇帝，那在这里头，他选了11处，同时特别称赞义县的这个风水是可以说是乾坤巨秀之区的，它可以阴阳汇合之所，无论是龙穴沙水无美不收，所以形式礼器呢都是最好的地方。所以呢，在这11个地方里面呢、这个勘察陵墓的大臣的小组专案小组，他说啊，这11个地方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义县的风水宝地，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西陵这个地方。那当然这个解决了雍正皇帝呢的一个难题了，解决雍正皇帝那找不到葬地。但到了乾隆，雍正的儿子呢乾隆即位之后呢，
乾隆呢，他却面临一个难题，也就是说，他要让他爸爸孤孤单单的放在西陵，或者是说要把自己葬在西陵，让他爷爷孤孤单单的在东陵，究竟是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千古难题。雍正据说呢，这乾隆皇帝呢，据说想了非常久，想了非常久之后呢，他就想出的答案，他的答案就是按照。他的答案就是呢，按照周礼呢，左招右募的格局呢，他并没有说如何的左招右募，所以呢，难道不能以北京城为中心的左招右募吗？所以呢，他就替他老爸解决了他老爸不孝的罪名呢，又他替他自己呢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罪名，非常好的理由，所以呢，在乾隆皇帝呢。他在乾隆皇帝他创建了一个这个制度，就是以北京整个大格局当做左招右募的起点，所以呢，他就决定自己呢就葬在他的爷爷，这个康熙帝的旁边，同时他还留下遗命，将来他的儿子呢，这个嘉靖帝去世之后，不能葬在东陵，只能葬在西陵，写成了圣旨留下来。以至于嘉靖帝要埋葬的时候，嘉靖帝的无可奈何呢，就选择了西陵埋葬在那边。所以嘉靖帝的皇陵是谁选的？是他老爸替他选的。而又他有一面，嘉靖帝的儿子呢要埋葬东陵，但是嘉靖帝的儿子呢就没有听他的话了，没有听的话，以至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呢这个乾隆皇帝呢管住了他的儿子呢嘉庆帝，但是却没办法管住他的孙子还有后面几个皇帝，例如说道光皇帝。所以道光皇帝呢，他一开始呢，如果按照乾隆帝的规矩呢，他要把他的帝陵啊应该迁到东陵。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呢嘉庆帝呢，既然在嘉庆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呢既然在西陵，他就要到东陵。可是呢，建好之后呢，当时呢，这个道光帝呢已经建好了地宫，在东陵建好地宫。但建好地宫之后呢，他就看了几次，觉得非常不开心，觉得不好，觉得不好。那加上呢，道光帝原来的地陵呢浊水，也就是有泉水冒出来，所以非常无奈呢，道光帝只好把东陵本来他想要住的地方呢，就改在西陵，改西陵。那慈禧太后的儿子呢，同治皇帝。那同治皇帝如果按照乾隆的意思呢，他应该在西陵，但是呢，同治皇帝也没有在西陵。为什么呢？因为同治皇帝的爸爸叫道光，慈禧太后做主呢，他认为他的儿子应该跟爸爸住在一起。为什么？儿子年纪还小，所以呢，同治就跟道光住在一起了。等到慈禧去世的时候，他要遗命呢，把自己的陵寝也放在东陵。所以呢，非常巧合的是，住在东陵的这些帝王呢，都是满清帝王当中呢非常会花钱的皇帝，这些非常会花钱的皇帝，除了顺治帝呢比较节俭之外呢，其他四帝呢都是非常会花钱，而住在西陵的四个帝王呢都是非常节俭、非常节俭的帝王，以至于呢很多人都相信东陵的宝藏比较多，西陵呢因为都是一些穷皇帝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挖的。那东陵当中呢，只有顺治帝的没什么好挖的，因为顺治帝只有骨灰坛放在那边，挖了也没什么用。所以呢，以至于东陵呢都被盗，都没在对。那西陵呢，只有光绪帝被盗啊，只有光绪帝对，因为光绪帝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傀儡皇帝嘛，但是当时已经无墓可盗了，所以他们就盗了光绪帝的墓啊。所以呢，这也是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西陵的陵墓呢，它比较完整一点，比较完整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清东陵呢，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陵呢。第一个是埋葬的清朝大一统的皇帝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就胡林啊，但跟胡林一起合葬还有孝庄皇后，还有孝献皇后，孝庄那景陵呢就是康熙帝的陵墓，他埋葬了康熙皇帝，还有孝成、孝昭、孝义、孝光四个皇后，还有一些皇贵妃。那玉陵呢是埋葬的玉陵呢他埋葬了咸丰皇帝，还有孝德皇帝，惠陵呢他埋葬了这个同治皇帝，还有孝治皇帝。那这个西陵当中呢他埋葬了孝庄文皇后，那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陵跟西陵啊，他在清朝两百多年历史当中啊，他大概都有一个呈现一个均衡的分布了，呈现均衡的分布。虽然清的东陵呢，它是一个风水宝地呢，可是呢，龙穴毕竟很有限，
所以呢，虽然乾隆帝啊，乾隆帝在他营造他的风水的时候呢，据说呢，乾隆帝就发现了这个苍翠山呢、啊，已经没有十全十美的龙穴宝地了，已经没有龙穴宝地了。所以呢，乾隆皇帝呢，他即位之后呢，就派了他的心腹大臣还有堪舆专家一起到了东陵，但是呢，他最后的选上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呢圣水峪作为皇陵所在，但是呢堪舆家呢，他回来之后告诉乾隆皇帝，他说这个圣水峪呢虽然是风水很好，但是呢他有一些缺点，也就是他的风水呢存在有左边贴身借气之煞稍低的缺陷。什么叫左边贴身呢？因为古人相信呢左青龙呢贴不能贴自己再近太近，所以呢，这个堪舆师回来就跟他讲说，我们所选择的这个圣水峪啊，这个地方风水存在一个缺陷，这个缺陷呢，就是呢左青龙呢，它太贴近的龙穴，太贴近龙穴，而这个借气之煞稍低，但是借气之煞的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地面应该稍微高一点点。我们知道呢，中国的风水呢叫煞一定比较高，高一寸为煞，低一寸为水嘛。所以他就说这个要高一点点，但是它太低了，意思说这个地方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位置。那乾隆皇帝就问他说，那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形会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地陵他克制杀气不足，也就是他克杀的这个力量不够。为什么克杀力量不够？因为他的青龙太接近，而他的借气的之煞，借煞呢，太低，所以呢，借煞要稍微高一点，青龙山呢要稍微远一点点，这样呢，如果有外来的凶气煞气才能挡得住。但是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存在的左边贴身啊，又借气之煞稍低的这种缺陷呢，以至于它克煞不足。但是呢，所以呢，这样克煞不足，但是乾隆皇帝想说，那也没关系，所以他就说，那你们研究看，到底我将来百年之后可不可以葬在这里头？所以呢那时候呢，负责这件事情钦天监，这个钦天监呢的监正名叫纳钦，海望，这两个都是满洲人呐、啊，纳钦跟海望了、啊。他们听到乾隆帝这样的说法了之后，就想说乾隆帝是不是不想葬在东陵，所以呢，他们就上书要求乾隆帝呢，按照他的爸爸雍正帝的意思了，另外再找个地方来埋葬，找个地方埋葬，甚至呢，他曾经要求呢，这个乾隆帝呢，是不是干脆埋葬在圣经算了，但是呢，后来乾隆想了半天之后，他觉得这样不好。所以乾隆呢，据说乾隆最后是以大局为重，他说既然呢、啊、我的父亲葬在西陵了，我就葬在东陵，而且我就不相信呢，像我这样真龙天子难道不镇不住这些坏的风水吗？所以他在乾隆帝呢，明明知道他所埋葬的这个地方呢风水有一些缺陷，但是他还是决定埋葬在这个地方，埋葬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帝之后呢，嘉靖帝按照招募制度，他就把自己陵墓修在了西陵。那嘉靖帝之后呢，道光帝应该修在东陵，可是在修建的时候地宫进水，所以道光帝呢就看着说地宫进水，那我怎么住呢？所以他就把这个东陵呢就移到了西陵。所以呢，咸丰帝之后呢，又开始呢找了天下一些风水大师。他要到清东陵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最好的风水。那咸丰帝据说也到东陵去了好几次，那一直到了咸丰九年，他们决定在安平驿这个地方建陵。在安平驿的地方呢是来回了好几次，可见咸丰帝一开始可能也不太喜欢他所建陵的平安驿。但是后来他觉得没有更好的风水，所以就葬在这里吧，好像是有点无奈。因为这个平安驿呢，他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风水比较低一点，照风水师的意见是不足以挡煞，但是他后来是建在这个地方。那为了建在这个地方，他地势比较低，怎么办呢？所以呢，
这个咸丰帝呢，他就说，那我们把这个泥土加高一点，所以咸丰帝的皇陵呢，他是用黄土呢，用泥土呢把它加高啊、加高。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咸丰帝呢，他也是用一些人为的方法改变了风水不好的这个风水。到了后来呢，同治帝的时候，因为他的陵墓都是由他的妈妈了，慈禧太后一手操办。那因为慈禧太后一手操办，慈禧太后因为通常慈禧太后据说了，她比较在意自己的，所以对儿子的风水到底怎样了，就随随便弄，只要像样就可以了。以至于同治帝的陵墓呢，是在这些陵墓当中呢，他是比较差的一个陵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面，这东清东陵的风水当中呢，除了顺治帝的孝陵啊，还有康熙帝的景陵之外呢，其他三座的陵墓都存在了一些缺陷，而有人呢，也有人认为呢，因为乾隆皇帝的御陵的风水，它有一点缺陷，以至于到了1928年的时候呢，就被人家盗挖，有人认，当然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牵强附会了，风水好不好，跟这个盗墓大师，跟这摸金校尉会不会摸进去的，好像没有必然的关系的，所以到了清熙陵的时候，清熙陵也分了几个，这太陵主要是雍正皇帝，那另外呢，太东陵就雍正皇帝的喜妃，那乾隆皇帝的生母啊，就是在放在这个清熙陵。所以严格来讲呢，清熙陵有四个皇帝，那清朝有12个皇帝，那开国的皇帝努尔哈赤跟皇太极呢，太宗皇帝没有进关，葬在沈阳，就清的胡陵跟昭陵。另外十个皇帝呢，有9个皇帝呢，他有皇陵，有一个皇帝呢，没有皇陵，因为他是最后的溥仪皇帝了。那最后他去世之后呢，中共呢把他的陵墓呢，骨灰呢，分了一部分呢，就葬在的清熙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当然最在这里头，因为慈禧太后，因为她实在太奢华了，所以据说呢，这个慈禧老佛爷呢，是慈禧老佛爷，他就被孙殿英呢知道，慈禧入葬的时候呢，在全国轰动了，他有非常多的金银财宝，所以呢，金华出身的孙殿英呢，因此炸开了慈禧的墓穴，就是造成了著名的这个东陵盗案。到了慈禧的墓穴，他要想到乾隆，因为乾隆也是个很有钱的皇帝所以他的皇陵呢必然也是财富不少，所以他到了慈禧的墓穴之后，又到了乾隆的墓穴，所以乾隆帝跟慈禧墓呢，这两个墓呢都被盗挖，而且呢他的遗体都被搬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清的熙陵呢，是清朝时代啊最后一个皇帝的最后一个帝王陵寝的集中地了，那据说呢，这个溥仪呢，他在满洲帝国结束之后呢，他曾经有一度呢想要逃到日本去，所以呢，他当时呢，日本人呢就派了一架飞机呢，在沈阳的一个东塔机场准备载着溥仪还有他家眷呢离开沈阳到达日本，但是可惜呢，飞机还没有起飞之前呢，就被苏联的红军呢给他截获苏联的红军呢，他先派的这个伞兵部队，伞兵部队就从空就在这个东塔机场跳下来，就是逮捕了溥仪，所以溥仪呢后来就被囚禁在这个伯利，伯利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东边呢，一个非常边缘的地方，囚禁在那里，一直囚禁到从1945年呢，一直囚禁到1946年。但是呢，当时苏联对这个溥仪呢也是非常优待，所以他虽然被囚禁在这个伯利，但是在这个特别监狱里面，这个溥仪呢遭受到非常好的待遇。所以溥仪因为他觉得说，他如果不在伯利回去之后，搞不好会被当成叛国贼，所以溥仪就要求呢，希望能够呢，永久在苏联居留，而且呢，溥仪还申请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但是后来都没有如愿。那溥仪呢，在溥仪的被囚在伯利的时候呢，当时远东国际法庭呢，在东京开始审问这些呢，日本的这些呢，号战分子。
所以呢，溥仪也曾经出席过东京的这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那军事法庭审讯，他作为证人呢，到那边去指证这些他当时的满洲国呢，究竟什么究竟怎么成来的？当然，溥仪呢就把这个责任呢全部推给了关东军，所以呢，到了1950年，中共建政以后，中共就跟苏联友好。所以呢，苏联就把当时他所关押的有263名的战犯，还有263名的这个高级的这个满洲国的这些将领们，连同溥仪呢一起呢移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后来溥仪呢就被关到了抚顺，抚顺有个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呢他接受了改造，从1950年呢一直到1960年。1959年的哈，总共被关了将近十年，溥仪被释放，被释放出狱之后呢，溥仪被分到中国科学院北京的植物园管理员管理所，担任这个植物园的管理员，还有售票员。到了1963年的时候，溥仪呢迁居到北京市，西城区的胡同内的一个西墅别墅之内。1964年呢，溥仪呢加入了，溥仪呢参加了全国政协委员会，任职这个文化历史资料专门委员。到1967年呢，溥仪因为癌症呢，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去世。溥仪去世的时候，终年大概62岁。溥仪去世之后呢，按照当时中共的葬的葬墓制度的规定呢，溥仪的遗体被火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顺治皇帝呢被火化，而溥仪也是被火化。顺治皇帝是自愿被火化，而溥仪呢是因为中共的制度他被火化。被火化之后，他的骨灰呢就被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园。到了1955年，溥仪的遗孀呢，这个遗孀名叫李淑贤，李淑贤呢，他曾经多次到东陵、西陵去看，所以他就请求中共政府能够把溥仪的骨灰啊，能够跟他的祖宗一起埋葬在西陵，就按照左昭右穆的制度呢，所以呢，溥仪的遗孀呢，这个李淑贤呢。所以他就将溥仪的骨灰，据说是部分的骨灰，并不是大部分。所以溥仪的骨灰呢，分至两处，一个是八宝山革命公园，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北京市易县的龙华皇家陵园。皇家陵园呢，它非常靠近西陵，所以在那里也有一个溥仪墓葬的一个纪念碑，溥仪墓葬的纪念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地方呢，这是溥仪他们这个家族终于全家团聚的，但是非常有趣呢，据说他们经过精准的测量呢，发现从易县到北京城，到北京的天安门，或者是从东陵到北京的天安门呢，它的距离都是125公里，而且误差非常小，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堪舆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不知道。总之啊，这个清陵呢，东陵也好，西陵也好，以及关外三陵也好，这些陵墓呢，都是非常讲究的风水宝地。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关外三陵，它的风水技术还没有那么纯熟，到了东陵、西陵的时候呢，它的风水技术呢就非常纯熟，而且。根据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他是礼器派跟形式派的都有采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情形呢，就是说在这个清朝的时候，明朝的风水师呢大部分都当国师的，例如刘伯温，但是清朝的风水师很少，几乎没有人当国师的。为什么呢？我个人是认为呢，这是跟西学东来有关的，以至于在明朝的时候，他的钦天监大部分都是风水大师，可是明朝以后钦天监的监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被外国人把持了，那一直到后来他的监正也大部分都是满洲人，以至于风水师的地位跟明朝的风水师地位比较起来的话，清朝的风水师地位大不如前，所以呢在正史当中并没有特别记载，反而在一些实录当中他会偶尔提到他的风水师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风水师的地位呢，因为西学东渐的关系呢，使得他跟明朝风水师来讲，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即使如此呢，风水就变多了。所以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清朝也好，明朝也好，算是风水的泛滥期了，也是因为这个道理。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第二段里头，左招右募格局的移动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然后再休息一下，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清东西陵的风水故事，我们来听几个盗墓的故事。感谢大家收看。